们现在要拆这个新买的都自拍高是给我爷爷奶奶的。电池，片片电池，圆圆的，然后我们主要是在把这里划一下。小心手啊。OK。这是什么呢？不用敲，我们打开看。这是遥控器。遥控器。让我看看。对，华为的遥控器。哇，好酷！哎，它怎么这么松，这么不听话呢？不是，太快速了，你要喊。这是我送给奶奶的自拍杆，你看我一按这相机然后它就会亮，你等瞧吧。嗯，然后放上去也可以，你看。嗯，然后呢它这全是橡胶部分做的，然后下面这就吸铁石做的。已经搞懂了为什么这种 push 只要是把它拉长以后，就相当于那个什么，就相当于那个 push 完了。你等一下，你看可以到差不多五公尺这么长。五公尺这么长，好吧。然后这里能旋转。材质是橡胶，还是非常不错的。那收起来吧。怎么收起呢？哎，你们看，很神奇。哦，这里有一个 trick， 来，我没有看。它这里也是吸铁石的，对，能吸附在这儿。这是遥控器，然后把它放在这儿。要记得不用的时候要把蓝牙这个关机。长按关机。你该长按了吗？刚才我已经关闭了。那就行。然后就这样。开箱到此结束。开箱到此结束。我黑卡是的，我黑卡是上面的装备的。爸爸给我买的这个品牌的。Kima 的品牌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把这 Kima 的配件给打开。嗯，好，打开吧。好。这回这个品牌的包装现在已经打开了。不要，不要，要，就是要，看，就是什么啊？手柄，这是爸爸收纳盒，电池。对，怎么全都装一块了呢？还有吗？胶卡。不要。不要。我来帮你吧，我来弄，弄到这个，我来贴。屁股。是。对，在这儿，好。不可能。 OK， 挺好用的。这是充电器，然后它这个充电器一共可以充三块电池。嗯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准备打开。干。是这个。好，这是新装的电池。
这个村子这有减号加号，有减号加号吗？有，但很不明显。看这个，这段肯定会有减号加号。果然如此，有。果然吧。那就这样。你看，这还有一点不一样。你看，我们本身有的是黑色，它居然是橘色。你看，是有不同的。然后看电池容量，这一款是1090容量，然后原装的电池是1240。方向呢是怎样插？这个方向箭头冲这个字，就像这样。充上电了？多插上试试。然后呢，就变成了这样。这个形状就对了，是吧？因为你看箭头冲字。箭头啊、哦，三个箭头。冲字。冲的字，啊，一个是 micro USB 的口，一个是 Type C USB， 两种充电接口都可以。然后它附送的是 micro USB 的线。冲字。这么尖，真是有点尖，尖，就是有点紧紧。确实有点太紧了，是吧？最后来开箱一下这个东西，收纳盒。开黑卡式配件已经到这里了，我该上英语课了。拜拜。拜拜。